天又要继续往已经时间耽搁了，我们现在要往金轮了哈，继续行程了。谢谢我们警察局哈长官，谢谢义雄你们中午呢供养也这边这么殊胜呢，让我们吃了非常丰盛的午餐，也谢谢这一些佩奇咖啡以及盛旭的面包，以及我们老农夫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泰马里的杂货店。以及我们发薪的在附近的警局的长官所有每一个人呢、这一份单纯的心，我们领受到了，愿其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、十方大众、百姓家人、常随众、未来佛，感恩你们一切平安。我们继续行程。对，那另外的呢，因为脚程比较慢，所以他们快走了啊，感恩你一切平安。感恩阿弥陀佛，感恩阿弥陀佛，感恩一切平安全部都要回归生命的